很抱歉，各位，很抱歉，我上个星期没有出妆容，不，没有出视频了。上个星期没有出视频呢，一共呢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刚刚考完一大串所有的考试，真的觉得很爽，很想要休息。第二个原因呢是，我本来是从来都不打那种电脑游戏的人，男朋友他那天就把我叫他家，坐在他的那个计算就是那个桌子，他说，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值得试一试。我说好啊，谁怕谁，我就试一下。然后打完凌晨4:30，真的超夸张。那个游戏的名字呢叫做《守望先锋》。我朋友有一次特别搞笑，我们在桌上聊天，说哎那个游戏好玩好玩，就是《守望先锋》。我朋友耳朵不好笑，他说啊什么仰望星空，什么游戏叫仰望星空 ？Oh my god！ 我是在道歉，就是真的很抱歉啊，就是上周末给大家出视频，我会跟进人民的脚步，大家如果有什么不爽的就来微博谴责我好吗？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像素非常的清晰呢？那是因为我换相机了。我们就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软绵绵四月份的购物分享。这是少几个购物分享，看多啊，看超多东西的，看好几朵，哇，真的好沉啊，超级沉。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我们来讲护肤品吧，太乱了，护肤品我装了什么什么。我们来讲这个，真的是无印良品的，化妆棉吧，我拆开给大家看。然后呢，这拿出来都还超级厚的，很厚。然后我的用法呢是把它在它里面大概有4片的样子，中间是撕开的，又是两片加成一片，然后就是薄厚度刚刚好，然后呢就可以就是卸妆也可以，然后擦保鲜膜也可以。擦化妆水也可以，就是擦化妆水也可以的。好，那就是这个。然后我对使用感嘛，我觉得不如它比较小的那一个好用，这太大了，这真的有点大，我不是很喜欢。而且就是，对的，我喜欢小的那个。套装好了，套组的时候我买了这个 Drunk Elephant 喝醉的大象这个牌子的这个套组，我买的是套组 B， 套组 B 呢就是以这个为主，就是正装呢是这一个，就这样扣住掀开呢，这样子的，看到吗？它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我不太懂了，不管，反正就是这个是正装。现在这三个小样，我原本以为，我觉得好坑呐、啊，我真的原本以为这个超长的，怎么鬼？我原本以为它至少有我这手这么长，这简直夸张！这上面是这是8毫升了、啊，我没有想到8毫升居然做好了，它上面有写了是8毫升，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居然那么小。我跟大家讲，这里面有什么？这个呢是那个 gel， 就是胶，它呢是我觉得它的作用应该跟面霜差不多了。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这个设计是什么？他们家的这个头啊是转的，一转就出来，转一下又回去，转一下又出来，转一下又回去，超可爱，有没有？然后还挺酷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吗？它是这样子的，这种。凝胶状，然后它搓开的话呢比较的细腻，然后呢比较的清透一些些，就我觉得很适合夏天来用，所以我就反正刚好打折嘛的优惠嘛，我还刚刚还一直在找盖子都忘了，这是傻子。然后它另外呢还有这里就是三个他们家很有名的东西，一个呢是这个呢是美容油，这个呢是那个晚间精华，这是白天的那个 VC 精华。我们来讲化妆水啊，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是如果你很介意韩国的牌子，你现在此刻立刻关掉 ，OK？ 就你们快关掉一个快件啊什么的。这个呢是这个牌子的英文，son 大家知道什么吗？儿子 ，and 那就是 and 嘛。然后 park 的就是韩国人叫做朴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姓朴，翻译成英文就是 park， 所以我把这瓶水叫做朴儿子，就是朴儿子这个牌子嘛。然后呢，他就出了一款水，超级大，这是多少毫升的？
340毫升，超级无敌大，它是塑料的，然后呢，它包装很酷，就是这里有个银色的字写着Beauty Water。但是我就是我朋友跟我说它是拿来卸妆哎，可是我拿这个当。完蛋了，这是卸妆水了。他说，我怎么把自己给坑了呢？我不是一个蠢爆了，可是我没有水用了，我只有酒精水。此处的酒精水呢，止血鸡精。朋友都跟你说了，这个是卸妆水，为什么你还是要坚信它是一个化妆水呢？为什么呢？我们下面来讲卸妆水，真正的卸妆水，人生当中的第一款香奈儿的护肤品。唯美的包装，治愈的颜色。可是我觉得，说真的，他家的东西我。就是价格是真的有点高，这个真的超好用的，一点都不熏眼睛，因为我做过眼睛的那个近视手术，所以超级敏感。然后就之前用很多别的，大家都说哇天然超纯植物的，什么东西都是用过都没有觉得有多好用，在我眼睛上都不会晕的眼影，那说明那个眼影本身的质地应该是非常好的，非常贴合的。我铺上去，我都没有铺上去。我平常我知道了，我之前在那个护肤步骤介绍视频当中是说要按住数10秒钟，1、2、3、4、5、6、7、8、9、10。但是我其实说实话，就是有些时候太忙了嘛，你赶时间，你根本没有办法等那10秒钟啊，你只能哐擦一下，哐再擦一下，哐哐哐哐多擦几下就掉了，对吧？超厉害，一擦就掉，一擦，哎，什么都没了，眼线都没了，我的天哪，是这样子的概念，太厉害了。这个眼霜不是推荐，就是分享，对，分享一个呢，就是 Biosense， 这牌子说真的，美国人都不知道的牌子。Biosense， 这 Biosense 的这个眼霜，然后拆开给大家看啊，像个小棺材一样推拉出来。然后呢，就是本尊，这个样子的，是的，这才15毫升哦。就是只有15毫升，所以大家用的时候要省一点。看看，就是也是那种比较看起来比较算是比较淡，就是没有那么厚重的一个眼霜。可说实话，它也没有很轻薄了，没有它看起来那么薄，但是我觉得是比普通眼霜要是薄一些，而且它的味道就是。一点点臭，可是是就是其实你如果不凑那么近去闻的话，应该是闻不带到的。但他在网上评价还挺好的，说可以去黑眼圈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之后再跟大家再更新。这个是另外一个眼霜，也不是眼霜，就是眼睛上的滚珠，那是这个 First Aid Beauty 这个牌子的，大家就是应该还是听说过的吧？他的那个面霜还挺有名的，我这小有这个。这个超有名的一个面霜，这个面霜的质地是这个样子。这个面霜我更建议大家是在夏天用，因为它很轻薄，但是这真的太大一罐，170克，我的天哪，真的用到只剩下这么多，我觉得我真的已经非常为自己感到骄傲，只剩下这么多，然后我就拿来做身体乳了，然后就是这样那一罐。什么都没发生 ，OK， 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的，然后它是几毫升啦？这8.5毫升，它扭开的是个滚珠的，看到吧？是个滚珠，这样子滚。我买它是想拿来白天用，白天不想太厚重的东西，但是又想要能够起到按摩的效作用嘛。可是还好吧，就我觉得它表现并没有很让我惊艳，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它涂在我的眼睛下面还有这个法令纹这里的时候啊，它会有一点点微微的痛感，不知道是刺激呢，还是因为你的皮肤在吸收它的保湿成分太多。头发的护理呢，新买了两样东西，喷雾呢是这个 Aveva
个牌子他们家的护发产品是很厉害的，就是之前很火的一个干发喷雾，就是这个牌子的，这帮写着 damage control， 就是它能够，我的脸有点难找吗？谢谢。这个太阳的原因，所以就是有点亮。我们刚刚讲到呢，哪里呢？我们常常讲到的身体，那头发的，就是这个喷雾嘛。然后我需要一个能够保护我的头发，防止就是被那种热的风啊，或者是电夹板的热度给伤害到，就至少不管，就是能够去除吧，就是至少也能够减少嘛，对吧？减少 OK 很重要。我对于头发的护理还是很在乎的。当然大家会觉得，哎，你头发好像并没有护理的怎样。 No 朋友们，在我护理它之前它更早 OK， 还是头发护理上的东西呢，是这个大赞穆洛哥的这个油吧。它我有一个呢大的，但是大的不方便出行嘛，所以我就趁着打折买了一个旅游装，很小的这种15毫升吧，我记得25毫升，对不起我记错了，25毫升，这么大的这么小的一瓶，看起来也萌萌的，而且倒是很方便，25毫升嘛。身体护理只有一个东西要讲，就是这个 Aveeno 的身体乳。这身体乳我超推荐，不是因为它好闻，也不是因为它怎样怎样怎样，是因为它的效果，尤其对我这种鸡皮肤来说非常的好。就鸡皮肤在红一点点的地方应该会是凸出来的，所以你摸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很舒服，它是凹凸不平的嘛。但是拥有了它之后，它能够有效快速的抚平你的毛孔。唯一不好的一点是什么？是它的味道，不是臭，只是不香而已啦。这个样子的，它就是不臭了，但是不香，就是小宝贝用都 OK 的，没有什么它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伤害人身体皮肤的不懂东西，所以很舒服。祖玛珠香水香，那这个呢是新的，很好闻。而且它的外包装超可爱，大家看这是一朵花，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瓶香水，看到吗？打开，哇，超美吧，就是它的味道是花香，我觉得是花香，然后它没有那么的甜，但它是甜味，但它没有很甜，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刚刚入社会的那种想要成为女性的小女生的香味。终于来到了彩妆品的部分， Real Techniques 蛋，这个蛋呢我拿出来一个，这个呢是两颗蛋一起的嘛，我拿出来一个在用，这个是蛋。我觉得这个蛋其实要比那个 Beauty Blender 的要好用，因为我感觉 Real Techniques 家的蛋嘛更硬一点点，拍在脸上的话会更有存在感，但是我觉得好像 Real Techniques 比Beauty Blender 会稍微多吸粉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无所谓，为什么那个粉底液也不少，它吸就吸吧 OK。 睫毛膏，睫毛夹，我男朋友说知道钳子，它里面其实应该是垫一张纸还是什么的，我不记得，我丢掉了。它是这样子的，黑色的，看起来是超高级，然后它上面还会挂着一个这样子的小吊牌吧。这个地方呢是比自上它的要硬很多，感觉得出来这个东西质量就很好，而且它是我遇上到现在用到现在为止觉得唯一一款睫毛夹是可以我的前就是后面的睫毛跟前面的睫毛都能够完完全全全都能够夹住的一款睫毛夹，所以我非常喜欢。一个套刷就是 Tarte 的这个独角兽系列 Unicorn， 这超可爱超好用，它刷的真的非常的舒服，平均下来一套就一把刷就是几刀就可以买到，而且刷的纸的质量非常好，非常的舒服，颜色还很漂亮。就是这个呢是散粉刷，这个呢是刷那种修容刷，这个呢我拿来刷粉底，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拿刷腮红，但是刷腮红的话占据的量就要稍微小一点点。然后呢两把眼影刷，这把是晕染的，这把呢就是占据眼影的那种抹开的那种刷子，每一把我都非常的喜欢，我觉得都很实用吧。这是一个 sample 一个小样，可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在我脸上的表现，所以我跟大家说，那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介意讲韩国东西的人的话呢，就请你在此刻那么快进，要么你选择关掉也 OK，
这个 BB 霜我觉得很奇怪，它颜色是灰色的，看到了吗？这是灰色的，它的妆感非常的轻薄，几乎没有什么遮瑕可言。我肌肤我觉得算是同龄人当中算是还 OK 的，不需要太高遮瑕就能够出门的人。这个完全就是我要盖两层，哎，这个连毛孔都遮不掉了，那是灰掉的，它过一会儿会变白了。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它刚刚上脸那种灰灰的感觉，东西有个那种洗衣液的味道，反正我不是很喜欢了，我真的搞不太懂。不是，我这里还有款遮瑕膏，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个牌子，但是呢，因为我收到它的试用装，然后呢，我打开用了。然后我就发现了惊人的效果，这边怎么扭不开呀？搞，这是啊，刚好我看出来眼睛真的偏橙色，是因为我想要拿来遮黑眼圈。我觉得黑眼圈跟我真的是有很大的仇。它颜色是这样，粉橙粉橙的感觉，橙色可以把我的黑眼圈给盖住，然后它的粉色能够起到一点点的提亮的效果，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蛮喜欢的。蓝粉呢是一个 NARS 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控油的粉饼啊，就是它这个呢是有带一点点珠光的。我用到现在我觉得它控油效果嘛还好了，没有怎么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还没有到很就是很夏天很热，我这个地方还没有到很热，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来就是控油效果还好，但之后会再给大家进行补充更新。 Hourglass Hourglass 的一款，然后它是小包，它是那种小的 travel size 旅行装的那种小的这样子的颜色。我看的话会感觉好像哎还好，可是当你涂在脸上它会有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光泽，然后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呢是我收到亲爱的室友送给我的，是一个 Too Faced 的这个蜜桃色的腮红，因为我一直都很想找一个很漂亮的蜜桃色的腮红，可是一直都很找不到，要么就是特别粉或者是橙色，就很难找到一个介于中间的颜色。直到我的室友给了我这个真的超级可爱，而且它还是一个小桃心，它里面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这样子的一个颜色很漂亮。然后我最喜欢的刷色方式，刷脸上腮红的方式呢，是把三个颜色混在一起往脸上刷。对了，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一款。然后眼影我想先给大家分享的呢是 NARS 的这个双色眼影，这样子颜色，它的这个粉色还特别漂亮，它这个粉色是有点偏光色的，这个粉色呢是有点偏光。哎呦，看出来吗？但它却不是很丑的那种紫，它是有点高级的那种紫色的感觉。大家如果想看这个教学的话，可以就告诉我，我给大家拍视频好吗？再来一个眼部的产品呢，是 Stella 的这一个很高级的，我用来涂眼下的一个打亮，这个颜色也很漂亮，是一个银色的，这样子的颜色。一个使用的话，就是用小一点的刷子把它涂在眼睛下面这里一圈，就很漂亮，很漂亮，很闪，感觉你的妆容都非常细致。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发弹幕啊或者评论告诉我，给大家出妆教学好吗？最后的部分呢是口红的部分。首先我们来讲 NARS 的，这呢是一个 duo。 什么是 duo 呢？就是两个一起买的，就叫做 duo。 真的，一个是很有名的那个 Dolce Vita 嘛，我不太确定怎么念了，然后另外呢是叫做 Carilla 吗？ Carilla 我不太确定，不好意思，就是很淡的那种经典的豆沙色。 Carilla 呢就是深一点的一个颜色，稍微艳丽一点点的红色，都很漂亮，两个颜色都很日常。对我来说这是都日常，觉得买的很值。再来呢是分享两个比较贵一点的口红，那是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City 的这一支，叫做 Bond Girl， 它的包装超级喜欢，非常的高大上，看到闪闪的，我的天哪，是这样子的，就是偏红棕一点点的颜色，豆沙色。这个呢是雾面，但它雾面的一点就是一点都不干，滋润度非常的高。另外一个呢是 Tom Ford 的03号，就是 Casablanca， 这个是刚刚的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把它刷在旁边，它会看到一模一样。两个颜色真的几乎一模一样，除了这个 Tom Ford 这个呢会偏就是亮一点点，这个呢就很
明显是一个雾面的。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这两个颜色到我嘴巴上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今天我涂的呢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这个颜色，这个就是比较就脏不棕一点，但是当我涂这个 Tom Ford 的这一支的话，它就会偏红一点点。就是你如果要买的话，我不建议你两支都买，因为真的很香。我们今天的软绵绵四月份的购物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啦。如果你是一个好奇宝宝，想要问我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或者想让我出什么试色啊、妆容视频啊什么什么的，都请告诉我，我会回复你的。如果你喜欢这次的视频的话呢，就请告诉他弹幕或者是评论啊，告诉我。